哎，我们今天来稍等一下。我之前去参加那居士的活动，居士有给我一些点数啊，就在最后这一刻可以烧一下蛋。哎，这烧蛋有没有攻略？哎，够，我有19000多点哎，哇，看可以把那个懒蛋都烧烂了，爽啊！看一下，我刚刚还没把那个烧蛋攻略看完呢、啊。预算 OK 的话，开始 all in 烧蛋，全部买左边，满五全部选五蛋。动主播烧蛋他会送英雄，如果你抽到英雄没有买英雄的话，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会送你你没有的英雄是不是？所以他才要尽可能的把英雄的洞填起来。哦，那有道理。烧蛋，不然就是谁先到就谁。卡桑蒂先，那我先买卡桑蒂好了。卡桑蒂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对，卡桑蒂不见了，啊爽啊，舒服，哇，这真的是佛心活动哎、欸，太神了吧！战争女王卡特莲娜，这还可以直接抽到造型哦。你有英雄碎片，有的先合，我有吗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对我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差点就中计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哟、哦，聊天室的人好像很懂这种 CP 值哎、欸。好啦，要来水石树聊天了吗？我已经在聊啦，我现在是一边烧蛋一边聊啊。啊，那音乐还要烧什么？还有蛋可以烧吗？没了，没了就可以开始抽了，对不对？聊天室一波七，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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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来是这样子啊！一波七，一波七，一波七，地震，真的假的？不要吓我哎、欸，我感没什么感觉啊。我在我啊关，关只有两个哎、欸，妈，那我一定选这个太空律动啊！妈，那甜咖啡厅甜丑死了，不知道哪一家垃圾咖啡厅会请这种店员，丑死了。桃珠影员无感。当然无感啦、啊，逃出影院里面又没有住人，妈的会有感才有鬼。好啦，全部开完，全角色 ，OK。啊，再来要怎么烧？你就全部换金球，所以我要抽到什么时候？哎、欸，干这有没有一次买20颗之类的啊？你娘、啊，我要一颗一颗的，我要再一颗一颗点哦。先点先打，快点先打，打你妈了，刚刚打过了，闭上你的嘴。到底那个人是不是刚刚叫我他妈的叫我那个什么的啊？刚叫你永编的他妈那个人是被编掉了没？吵死了！哎、欸，这个数字扣除19，好像是2000多抽哎、欸。BB 可怜呐、啊，哎，狂欢节卡萨丁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一些高级点的造型啊？还是这个开不到高级造型？哎、欸，这个我记得是375的，对不对？主播按 Enter 会不会比较快？会吗？不能用啊，靠背哦、喔啊，还是你说按出来按 Enter， 你说这个按 Enter， 干就不能用没，他妈按 Enter， 操！375选啥没差，高阶说造型碎片都拿去分橘粉，等等低阶合完直接重铸就会一直出高阶造型，聪明呢、欸，直接把剩余价值洗干净呢，哇靠，好狠哦、喔！哦，震爆警犬哦。主播可以给我600秒吗？还没被编过，我不编人家600秒的。我这台在我的中指只有2个，要么是活人，要么是死人。我这台只有活着跟永编而已、啊，我从来不编什么600秒，我不会让你什么哎去给你10分钟反省一下，没有。我们这边是一犯错就杀掉。干，这蛋还没烧完，老子已经快烧起来了，到底要烧多久啊？妈的，一次才扣19块，妈一次扣个190，开个10盒好不好？哦，暗部阿卡丽。这不是女卡卡西吗？足球大炮李欣，还是明天来开一下炮好了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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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 ，N L 抽这个抽了多久啊？就抽快睡着嘞、欸。跑跑什么时候才开起来玩？就等2啊。你玩跑跑2一定又会谁撞我？不会啊，我玩跑跑2我会先练到有点底子才玩呢、啊。那个时候你他妈的，反正你撞完我再也撞不了我第二下了，自己就滚到后面去啊，靠背啊！我现在那么烂。妈的，他撞完我再超车再撞我，撞完我再超车再撞我，他妈的，我一场被撞几次啊！
屁啦！点背包看造型，背包造型看一下有多少造型呢？要怎么看？干我这是300哎，他不说造型有1400多个，干那我不是要合到死啊 ？Bingo 答对了！哎呀，中了三个，中了三个，中了三个，有喽！几率提升喽，一波七，一波七，造型，造型，造型，快点，造型！哎，靠背哦，啊，怎么三金雕这样？把这游戏当收集品，比买公仔便宜多了。他妈的，公仔卖出去的价值也没那么低啊！叫什么？在那叫什么？哦，剩14000啊，抽了5000点，看一下造型有没有变多。哎，哇，多了100多个哎！欸、快两多了快200个哎、欸！哦，烧起来了！这是专精啊？专精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靠腰！难怪我觉得怎么多了那么多，干才多了30几个！哎、欸，有橙色的哎、欸！中枪女武神好运姐，这是910的吗？所以这个也要开光吗？这个什么宇宙幻焰金球，所以这也是一狗票造型，是不是？又抽到橙色的哎，兽级霸魂乌迪尔，干好多哦！主播要全造型吗？废话。主播对于亚洲巴菲特怎么看？哦，你说那个买台积电那个、哦，我也不知道哎，你运气好吧？因为我有看那个古玩的粉专啊，他有贴那个啊。那我大概去看了一下内容，我以为他是有什么内线，你知道吗？他好像也没有啊，就是赌博啊，单纯赛道也没什么啊，啊，运气好也是实力的一种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买股票对不对？分析的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如幸运金虫，买什么赚什么。你偶尔、哦、你买，你如果、好多好多中枪女武神哦，我已经有2个兽级霸魂跟2个中枪女武神哎、欸，干这个他妈开个10包怎么那么多啊？造型多到我靠，收不完呢、欸。好啦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可以合的，先合一合再去抽。好多、哦，这怎么样？300多个哎、欸，300多个还没看过的哎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，好累哦，我快受不了了。这整理要整理多久啊？还是我们今天就先抽到这？我已经抽的有点，人已经开始燥起来了、欸。375嘛，好，这样分解完了，所以又要合成了，是不是？哎妈，好累哦。这个游戏到底有没有一键分解啊？你娘嘞！哇，快受不了了。400，干，总共有1300多，我现在只有400。哇，好累哦，快受不了，真的，也太多了吧？哦，红色的魔狼战神，哦，达瑞斯，太神啦！哎、欸，干这抽的也太累了吧！我他妈抽了1个多小时才抽那一点点东西。那边10星168帮你抽，妈的嘞！这什么垃圾员工的说辞啊？给你爽抽卡，让你抽个爽，妈的，还要他妈付你钱呢、欸？傻了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抽到都开始晃神嘞、欸！你的人要衣装挑战已升级至大师哦，上大师了！哈哈上大师喽，爽哎、欸！新台币爬分快多了，哎、欸，会那个啦，造型太多会那个啊，哇哦，这难道就是台战的困扰吗？造型太多会那个，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，除值都除最大单，曲棍球员，我记得曲棍球员当初那个 S2、S3、S4那个时候，超多人用那个曲棍球员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也太多了吧！好啦，喝完这批，我要先休息啊。就是这个，早知道我今天就直接烧蛋了。妈的，我还跟 BD 玩的他妈的，玩的他妈的市场，被这些妈台服的狗戳操。哦 ，SKT Fan Piglet 造型，嘿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到底是妈的喝完的没啊？操你的嘞！还是换这个粉，这不能大量换哦，要一个一个换哦，这要一个一个换嘞，干嘛500多个，我要换到天黑是不是啊？他重铸了、哦，也好啦，重铸一下，妈的，不然好那个哦，重铸应该没有什么技巧吧，就随便选3个吧，哦，
红色的专业经理人蒙多医生，学喽！魔幻卡牌逆命，太神啦！红色的，哈，两个红色，爽歪喽！哦，我拿出我的神奇的造型震爆警察来合成啊，这个应该是好东西吧？我震爆警察都拿出来合了，甘宁老师的泳池狂欢达瑞文 ，What the fuck？ 三个波比，哦，机甲帝国啊，三个波比太神啦！啊，三个达瑞文，笑脸笑起来，操你妈的，什么东西啊？哦。我紫色了，舒服，运气真好呢。主播我累了，先来睡。排序改价值45的先合完。哎呦，你们好像是合成高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哎，我现在145的都按掉了，剩下的一定都是那个可以合成的。好聪明哦，太神啦，观众。欸、好多145的，好多145的垃圾。哎，好啦，今天先开到这好了。干这个烧蛋怎么要烧这么烧的这么累啊？干这是他妈的，这是烧完直接把他妈的台哥大烧烂了。嘿嘿嘿啊，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迷弟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，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，国外人都帮我点赞，那你们那些帮我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